咱先请即礼拜要进欢乐教会即十一个小天使来伫咱面前献一首诗，好无？给你们代表咱教会去欢乐教会带八零年，咱给伊拍一个好来。少年，少年人是伫暑假伫特别的这个庙会，伊的信仰，伊的经济，伫咧当大人。这个叫做品宣，那个拍一个广告。少年人是品宣，忠诚，这个是迄个英宗甲智慧的囝，智慧的囝吼，即个即马要去翕相的吼，造谣吼，咱甲拍一个报告来吼。进前上悬大个即马才百八呢，还过个大，即马还过个大，拍一个报告来。咱今年有一个对新南医毕业迄个数学博士都读新南医，即马迄个今年毕业。金军哈
啊，今仔日我等下甲咱迄个报告，伊除了伊要入去信仰，是吗？我甲伊讲，主播，你爱去读信仰，要乖乖听伊爸的话。袂歹，我来建议你，你去那边长隆大学信仰，你实践。将来要去饲鱼啊，还可以做牧人。好，来，你甲世界拍电话啦。这个严晶，来甲严晶拍电话啊。李平是这边的副总招，这个副招来李平。这个是。老二，通常老二拢是上麻烦的一只，接流啊啊！这老三，这下也会出去的迄、那个，伫厝内的迄只，啊，这个已经出去的，伫外口的迄只，这个老大，这个洪家三姐妹，啊，接下，接此接此，来来来，大家好，所有的节目，所有的节目拢因家己设计，啊，因家己带领，所以咱这边咱真感谢上帝，这少年人，因通过这个一个成长，啊，这哪个是去年的是无？你是去年的总召呀，还是军？哦，然后宋宇 ，OK， 好，啊，今麦过来换你，看是啥人，来，第一要出去以前，咱大家人来做一个祈祷。上帝，我感谢，因为我教会的青年是优秀的青年，因为我教会的青年是真好的家庭，属灵的家庭就是这个教会有真侪资源，伫咧支持、栽培因、鼓励因伫咧成长。那因还阁少年，愿上帝国的经济真正伫因的内面。若有水的经济，搁会当赢伫水的田园的内面。这个上帝国的经济，就家己伫大赚。这个上帝国的经济，若伫人的内面，伊毋是是一个领受用的，它是一个给予型的。因上帝的国度内面，拢是伫咧富人的边，家地较有福气。那即群青年伫即款的信仰的栽培面，因要出去，这个暑假要出去分享上帝的听。要去陪伴遐个较偏远、欢乐教会、遐个周边无信主的家庭跟伊个囡仔，愿即群青年伫你个国度内面，你个信心充满伊，互伊会当成做一个充满热情、充满爱、又有忍耐，会当彼此帮扶的一群基督的精兵。伊毋是要出去宣教，伊是要出去分享福音的好处，伊要出去分享生命，因为你互伊。伫咧甲遐小朋友、甲家庭伫咧互动的时，互因即个小朋友通羡慕因，即个大哥哥、大姐姐有一个资源去吸引因，成做上帝国另外一份的经济甲精兵。那因就要出去，我们找见的，愿因的手所做的工，真个人伫咧宽容上帝国水的脚脚，那愿传福音、报好信息的人。因真正会当得到上帝加倍的恩典甲疼爱，我安尼祈祷，切切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搁一摆，咱拍电话。